各位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我们围棋 TV 的赛事直播。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世界冠军朴文瑶。各位棋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围棋 TV 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围棋。今天咱们直播的这盘棋啊，也是相信关注度非常的高啊。对。是，首先它是阿韩的决赛。嗯，这盘棋很大，对不对？对，而且关注度非常高。对，这两位选手主要是，近期也是红的发紫。对对对。一个小范我们就不说了，是世界冠军，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当前哈，英式杯的得主。对。然后连笑呢，最近也是，在各大赛事中就是频频的杀入决赛。今年印象当中他好像就没输过几盘棋，是吧？对对对，状态也特别好。这个太了不起了。那我们今天这盘棋看来一定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这两个人的棋风也挺有意思的，都很有特点。我要介绍一下吧，你对比如说连笑。其实我本人和他们两个人的交手啊并不是特别多。当然毫无疑问了，这两位年轻棋手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范廷钰呢，大家肯定就特别特别了解了，是我们非常非常年轻的世界冠军。然后连笑呢，他首先我觉得他长得特别特别可爱然后小正太对对对，然后他的棋呢其实倒是力量非常非常大。我相信过一会儿我们可以从这个比赛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据说有个ID 也叫大刀向前冲，很有名的爆料。他这个选手跟他这个名字也差不多。然后还有在这里呢也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我们围棋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为了回馈我们的棋友们，在近期呢，在之前前星期六的时候啊，在上周六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这个棋友的互动赛，而且我要挑战你的一个互动赛，效果还是不错。那么我们也会将这个赛事进行下去，明天，也就是周二的晚上7点啊，会进行我们第二期的这个我要挑战你的棋友互动赛。那么我们的神秘的高手啊，将是一位重量级棋手，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期待。他是一位，我提前爆料一下，他是一位世界冠军，很厉害。那么我们的这个规则呢，跟上一期有所的改变，因为上一期的时候我们是VTV 网的这个围棋 TV 杯的冠军向他来发起挑战。那么第二期呢，我们让大家更多的希望大家更多的棋友有参与的机会，我们也会让大家通过报名的方式，最后我们在现场抽取一位幸运的观众，有机会向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发起挑战。期待你的报名。好，那么具体报名方式呢，大家一会儿可以看我们的公告，我相信一会儿我们的网站的工作人员会将公告发布在我们的首页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吧。好的啊，我们来看看这盘棋是否开始，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新浪的直播页面，据我观察还没有棋谱。我这里已经好像可以了。是吧？对。好，那我们赶紧来进行。好的好的。是在，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呢？好吧，那我就，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盘棋。好的。是范廷钰执黑先行，连笑的白棋。这个布局最近好像很流行啊。对，这前面这六手棋。对对对。然后可以先下。二尖。高下是非常熟悉的变化了。来棋分头，这布局看上去有点眼花缭乱啊。对，好像打枪换个地方。对。全局各处都有子。
我们就不去太过多探讨了。啊、这个可能说起来有点先跟上我们白棋的进度，先跟上进度再说。我白棋，嗯，讲李家。白棋这个意思是不是要主要是以打散为主？哦，对对对，现在白棋，因为现在是大节目嘛，相对来说是强调这个速度更快一些，把局面打开，然后让黑棋大节目形成负担。嗯嗯，打家，去加。白棋这个拆一，拆一，以前不都是小尖的吗？嗯，对，他可能是觉得如果白棋小尖的话，黑棋以后，比如说飞进去的手段，嗯，但白棋可能自身没有什么目数，嗯，然后对黑棋的死活也构成不了威胁，因为毕竟黑棋这里已经很扎实的限制住了白棋，所以白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拆一的话，眼位和目数会好一点吧。啊、哦，我想这可能是他的思路啊。这时候黑棋拖，那黑棋就不能飞了吗？嗯，我想也并不是一定不行吧，但是飞的话，白棋可能会压这个。啊，这样黑棋如果正常退，白棋再压，盖住。啊，对。相对来说，可能白棋比尖以后飞压成这样的形状，白棋要更加厚实一些，而且对这面的黑棋的压迫会更大一些吧。哦，啊，对，这个意思。对对对。好的，那这个不讲确实不明白，原来是这样盖住之后，这个子的效率会高一点哈。啊，也是，但是其实差别也很细微。实战黑棋是拖一个，拖啊，嗯，半是必然的。对，黑棋虎，这里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白棋非常想打上去，可以打吗？嗯，打一个，现在这局面好像是不太好，因为黑棋拉打反击，嗯，因为出其无劫嘛，白棋并没有劫财，我就打他。你只能粘上、嗯、我才粘上，就粘啊、嗯、这样白棋好像不是特别满意，黑棋下来有点厚是吧，对，外面了，这样好像还不太能断吧。啊、争子不利，争子不利、嗯、不能断，那就很难受了。对对对，嗯，这样这个子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理想。对，嗯，所以他还是冷静。对，这个时候让白棋补一个，嗯，我们很快就追上了进度啊，黑棋脱先了，下一步黑棋虎这个小范的棋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注重效率的行棋效率啊，是这样的。我跟他平时摆棋好下棋好能感觉到他这种每步棋都尽量下到效率最高的位置，对，撑得很满的选手、是是是，嗯，他这个时候就脱先了。我看普通的棋不都是要继续长这个？嗯，长应该也是一种选择吧。白棋打吃，白棋打吃，对对对，白棋只能打吃，黑棋再压住。嗯、对，这样白棋提掉。嗯，提掉也可以，或者脱先，或者先提掉也正常，像这样比较正常。对，这样的话，可能是局部比较一个正常的进行吧。嗯。嗯，不过他可能觉得在这个地方走两个，如果落后手的话，并没有获得多少实地。我是不是觉得这个后势不发挥啊？对，这边被人家占了，嗯、你这相当于飞了一排，但是两边都被白棋分去了。是的，以后白棋这个地方局部飞出来，嗯，黑棋呢，显然黑棋从下面爬过，应该是有点不太肯。对，黑呢搬也不行，搬争子不利，白棋就断。嗯，所以他只能团。嗯，这样的话，白棋再碰这个。白棋可能会形成一些灵活的这个腾挪吧、哦、黑棋会有些头疼，所以这个地方虎柱也是非常大的一手，还有这样的手段。对对对，嗯，当然不是说这步棋就不大，这步棋我相信还是也是一步很大的棋，但是在这个局面下他可能更加选择先把实地捞足一些、嗯、对、嗯、那像这个棋啊，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你觉得他们肯定对这个布局很熟了，天天这么下，而且总研究，对不 对, 对，那个你觉得他们、比如说他这招脱先是有备而来的吗？这虎这个他是经过研究之后还是临场？其实我觉得现在尽管没有下多少手棋啊，嗯嗯、但是我相信他在对局之前并不会想到已经会下成这样啊、哦，所以我相信他这步棋也不是，并不是，应该是没有准备的吧？没有准备。就是、对，快棋当中应该是30秒之内下出来的，就是第一感、啊。嗯，因为我
觉得很多棋友应该也会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看高手的那个棋，猜不准，有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是事先设计好了一样的哈，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有可能是临场的一个发挥，临场的变化，我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我哎，你是觉得这个看这样的局面应该还不至于是事先设计好的，是不是？我觉得应该不像，因为这个棋现在感觉上这个格局并不是十分常见吧。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国家队现在就是对这个布局的研究的很深。对吧？ 对，你敢出一个什么布局，几天之内就都给你攻克了，都研究清楚了。所以说，现在既然是流行的布局嘛，也想问问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现在网络也十分发达，对，有什么流行的布局啊、套路啊，就几天之内在这个各个的这个对弈网站上就发出来了。是，比如说那个点角这个变化，是吧？对对对，别人都会下，别人都会下，对，才发明了两天之后就红遍大江南北，对对对对对，有意思。好，我们今天还是看棋吧。好，白棋虎坠那是当然的一手了。对，既然你脱先了，白棋有没有别的棋下了？还要跟着赢。但我总觉得这个棋白棋还是挺满意的，你感觉呢？就是这个棋形看起来很舒服，很舒服，而且黑棋白棋这个子位置很好，然后黑棋这个子位置挺糟糕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对，这个子如果能回来一路还会好很多。离得有点太近了，离得太近了，不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判断。不过，毕竟白棋这个地方局部手术稍微花的多了一点。可能就把这个拿了，我们能简单收割一下吗？这样，然后这如果算是藏在这儿的话，就相当于白棋在这个地方多花了一手棋。对，是是，白棋在里面放了一个。不过这手棋里面放的也非常厚实，有点用。本身像这样的话，黑棋实在是不能满意。对，这没法看了，这被人家唬出来。对对对。对吧，本来如果这个定式的话是长的飞过来，这被人唬出来的话应该不能看了。是的，那白棋呢在里面多花了一手。嗯，但是这个它比长的效果要好一些啊。这个眼位，对，从这个目数上来讲就好，但是黑棋以后也不能排除它有做劫的可能性。对，也不好说。对对对，总之黑棋的状态其实没有活镜，它需要稍微处理一下。正头。他是先挂了一个。对，先挂一手，对，先挂一手。手棋感觉又是有点胆子有点大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像你说的，他有这个。对对对，他这样的有。这边就轻了，是不是？要是我是白棋的话，我非常想在这地方走一手棋啊。符合你的棋风啊。因为是这样，作为黑棋来讲呢，是非常不情愿在这个地方挂的。你挂我就长，因为本身呢黑棋刺这个是先手，你只能粘上。这样的话，这个地方虽然刚才出的拆的宽了点，不过毕竟它暂时还是没有什么安全的隐患吧，可能也是只是单纯的目数问题。白棋打进来以后，但如果白黑棋在这儿拐长，黑的就单纯的逃跑的话，那白棋这个地方多一排子，这个地方打入就变得非常严厉了。这就更位置就越来越不对了。对，你像你压再多压几个，或者哪怕你从这儿跳出来啊。白棋就跟着你下，感觉黑的就特别的局促，都是单关逃跑。白棋这面一道墙，这面一道墙，收获应该都挺大。对，那白棋，我想他之所以没有跳这个呢，可能就是担心，一旦在这个局部落了后手，像刚才说黑棋还有局部打劫的这个手段，他是怕脱先吗？对，他有可能，也许是怕直接脱先，也许是怕先拐一下，俗一下，长，我要么就再压一下，你再长。我再脱先，这样白棋一旦在这个局部不能把黑棋怎么样的话，可能陈棋的实控就要落后了。是，有点担心啊。对，所以快棋当中，我相信他可能没有这个把握吧。所以就先站稳脚跟了。对，跳这个，这步棋也无可厚非，跳这个，白棋下一步飞，对。先尖顶了一下。先尖顶。对，先。他非讨厌人家点角。对对对，我刚才就在想，如果飞的话，黑棋可能他意图就被黑棋达成了吧。
白棋就是黑棋就是这个步调哈，对对对，挂一下震一下再点你，嗯，哎，你看这个快棋，我觉得但是下的就思路非常清晰 啊，是是是，他如果先震再挂的话，应该不会是这样下了，对对对，嗯，白棋，也许会选择丁一个呀或者小飞呀，他可能不会跳在这儿了，对，但这正好给你点三三的一个好点，是。所以我觉得黑棋是范廷钰啊，他肯定在挂角的时候他就已经构思好这个下法。对对对，还是虽然小朋友年纪很小，但是这个很老道。对对对，讲讲这个长，嗯，再飞。你觉得这长有没有可能脱先呢？嗯，所以黑棋来讲，靠下去或者飞。嗯，我觉得都有可能。靠一个白棋搬下面，白棋如果简单的虎这个，我相信黑棋是可以满意的。嗯，黑棋就算在这走一个。这样的话，回到刚才我们讲的白棋这个地方，白棋之所以有它可取的地方，是因为它非常非常厚，它可以攻击黑棋。对。但本身开局的时候，白棋毕竟的速度比较慢了一点。嗯。如果这样的话，黑棋既起足了木头，而且做活了白棋开始，我相信这个选择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对对对对对。所以白棋它肯定是不会让你这个轻易把这个吃掉的。那它是比如搬这个。嗯，搬。黑棋推。黑棋推一个，白棋再搬起来。嗯。这样看起来黑棋只能断这个了。如果断这面的话，白棋吃掉，黑棋争子这边并。对，正子不利。对，不利，只能断这个。但这个被白棋先手吃掉以后，再把这个走掉，白棋可能也可以满意了。啊，黑棋也并不是收获也不大，就是安定了而已。这个比刚才那手棋，白棋比直接虎要好很多很多。刚才这样的话，白棋先手交换以后，白棋目数又得很多。对，嗯，对对对对对，就等于你退在这儿，然后白棋这一个先手拿了个花，对对对，而且特别厚。啊、嗯嗯，本来是下面还漏风的。对对对。所以这个棋他也有担心，嗯，他可能觉得那边走不好。但是这样被白棋先顶到以后，嗯，还是不一样啊。对，这样的话，把黑棋再点角的时候，如果黑棋不点角的话，比如说简单的拆个边，嗯，那白棋就搬粘一个，或者打入一个吧，打入你压住，我再搬粘。对。这个可以脱线啊，对，你走不走都可以。那这样黑白棋这一条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可观、嗯、这个而且这就像这种感觉就像无忧角一样，就是效率很高、嗯、而且木也不少，对，很放心，对对对对，嗯，特别舒服。这样的话再回过头来看刚才这两步棋交换，嗯，那么就有点损失控了。对，本来白棋这个地方呢可能自己补一个也有一手棋还是啊，在这儿放一手棋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嗯嗯嗯，所以黑棋现在，所以这个时候黑棋也不肯，他也出招了，你还是点角，还是要点你。嗯，这个地方帮的好紧、嗯、感觉。对，就是把木全部捞光。对，这一代的进行应该是有点必然性的啊，对，白棋不太肯团在这儿啊。嗯，是，团在这儿的话，就是有一个问题，其实有些时候这条棋应该挺实用的。嗯，黑棋要是再继续活角的话，无论走什么都不会活得特别舒服了。嗯，可能是个打劫活。对，但是呢，黑棋就拆回来，嗯，冷静的拆回来。当白棋补的时候，白棋就难受了。啊、哦，这点已经便宜了。对对对，就是你再搬粘什么的也补不好了。对，搬粘它以后这面才有味道，因为点着一下嘛。对对对，你要是不搬粘呢，就这么放着，以后总是有棋的。嗯，所以白棋也只有离这个。嗯，黑棋点。对，白棋粘上，黑了啪，它就搬住。嗯，然后冲这个，挡住，对、嗯，这个地方应该说都非常有必然性吧？对，就局部的定势了。嗯、对，吃掉。因为白棋这个地方都是自己的子，他不太肯让黑棋活到脚上去。嗯，是是。太委屈了。嗯，正常的话，
嗯，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冲到断里面。对，冲到断里面，他就吃这个白的搬这个。啊，这样黑的先手活。嗯，虽然黑棋先手活，但是白棋外面非常厚。对。然后这两个子还吊着，这样也是，但是现在这个震倒一样，震倒一下还是不一样，所以，对，现在震这个太舒服了，震倒一下。对。现在关键黑的先手，他能把这再抢回来，还是很关键的。对，这样就先手便宜了。对，你这后市好像又没啥用。嗯，刚才说的这个下法只适用于这个地方没走到的情况下，就是这面白棋相对来说宽一些的时候。对。实战这样呢？就不满意了，所以他还是搬这个，他还是得要实地。对，对呀、啊，但是我感觉上啊，这个黑棋还是不错的啊，要打在这儿。嗯，对，看起来是这样，好像也能走个先手活的样子。再搬打，白棋这好像位置不是很好的样子，并没有把黑棋眼型拿住，是吧？对。嗯，是啊，现在白棋怎么办呢？白棋如果第一杆肯定是粘上嘛，嗯，黑棋就爬一个，这白棋还得退，对，还得退一个，这好像先手活啊，嗯，对，先手活了，就算白黑棋再小尖一个吧，啊，小尖也很大，小尖一个可能也有一定价值，这样白棋以后这外面还有点薄，嗯，这手棋把白棋的目数全部逃掉了，白棋的目数比黑棋也大不了多少。几乎差不多。对，而且它外面有各种先手，它最笨的就是飞一个先手，这好像就离家很近的感觉。嗯，是。嗯。哦，看来这样黑棋还是挺成功的呀。对。那它是什么问题啊？这尖顶这么看来是不是也不见得便宜啊？嗯，这地方就是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地方，黑棋点角依然是非常严厉。对。那白棋有没有更好的下法呢？不粘这个，嗯，我看他实战好像他实战是走的这个，这个感觉上大同小异吧？对啊，这个跟刚才的变化，白棋厚了点啊，对，白棋厚了，这个本来是直接断，现在变成一个结，不过黑棋也厚了，黑棋可以不走了，嗯，黑棋连尖一个都省了，本来不尖的话可能。要搜刮的要狠一点，对对对，黑棋先拐这个，这个是先手，对，这个黑棋必须长，黑棋再拆回来，拆回来，这个布局感觉黑的该走到的都走到了，啊，对，那个文瑶，你这样现在帮大家判断一下局势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判断型选手，跟孟泰林是同一类型的选手，孟泰林是加引号的判断型选手，文瑶是真正的判断型选手。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判断也，我给大家简单的判断一下吧，说说我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可能要说单纯点目，那个大家都懂，自己都会的。但是我们更希望了解的是你的判断的一些方法，你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下到一个布局这个阶段，你是怎么去判断局势的？你是怎么分析的？怎么去思考？好的，好的。嗯。我第一感是觉得，我先说我第一感吧。第一感我觉得应该是黑棋布局成功了。现在可以先简单的点点目，比如说黑棋右上角这一片吧。嗯，这一片如果以后，我的点目的方法就是很简单，白棋打入一下。黑的呢，无论这个还是这个，显然都不可能把白棋全部吃掉在里面。对。所以黑的本手也许以后可能只会盯一个啊。如果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以后黑棋尖白棋就死了，对，白棋尖黑棋就死了啊。大家围的目数应该差不多哦，就是你尖一个你围十几目，我尖一个我可能围十七目啊。可能这种相差不会太多啊，所以我就看成这样，双方都不点目啊。这是一个好方法，大家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啊。对，我这个比较简单了，但是这个可能会就是粗一点，但是可能不会差太多。嗯，这样呢就点黑的
上面的实控就可以了，这样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目左右吧，可能加上后卫，嗯，二十目墙，嗯，这个地方五六目棋，嗯，嗯，这个地方我点目也很简单，嗯，白棋飞一下，啊、哦，算他了，对，飞一下白棋可能会便宜点，但是就是便宜的也便宜不了太多。啊，但是你可以算折半算，黑棋尖白黑棋有多少目，白棋飞白棋有多少目，但是现在布局并没有定型嘛，我就算、嗯、就看成这样了，啊，看成当年这个定式就下成这样了，啊，嗯，二十五六目那两块棋，嗯，这块棋呢大概是十五目棋左右，嗯，这条边，嗯，差不多应该有了，四十多，啊、嗯，四十目棋差不多，嗯。白棋呢，白棋这个地方大概是六七目棋，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目吧，嗯，十五，嗯，这地方一二三四五这块十目棋，嗯，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目棋白棋强一点，然后黑棋是四十目棋要强一点、嗯、对，等于现在盘面的话可能有十五目棋的优势，但是嗯、该白棋下，嗯，而且黑棋这个地方还有点保卫啊，所以黑棋可能好，但是好的十分有限啊，嗯，这样的判断，这是我觉得学了不少。因为这个其实最困惑的不是是点目这个本身，而是就没有定型的地方该怎么点目啊、嗯？嗯，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太好了，就是大家尽量把这个局面简化，你看不清的地方多摆两步，对，是吧？摆上两步之后，是我们再点目。如果这两步你觉得某一方略微的有点便宜，那我们就把它再稍微打点折扣。对对对，啊。有很多，主要是有很多厚薄的地方，非常非常难判断。嗯，嗯，这个我得回去之后强烈的推荐我们的梦梦同学那个学习一下。梦梦同学梦判断那个还是，我觉得有待提高。梦判断同学，还得练呢。只能说可能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判断的，他可能战斗起来计算或者是判厚薄的这个，嗯，更好一些。其实下到像你们这种顶尖的水平，几乎是凭感觉就能知道形势，因为从这个进程和流程来说，差不多就能感觉出形势好和不好。对啊、嗯，但是有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有判断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棋友来说更是这样的。如果要是下了一个局面，你不知道谁好是吧？心里肯定没底。对，嗯，快棋当中棋感也是非常重要、哦、甚至可能比判断更加重要。是是是是是、嗯、行，接下来他的这个棋感就来了。对，嗯，白棋呢刚才说了，白棋的实控并不是很乐观。嗯，那他不听话呀。对，嗯，哎呀，这就是我拿黑棋我就特别头疼、哦、我刚才你讨厌是吧，我一下打得好好的，这样我们大家点目说说官就挺好了，嗯，和平相处，最后你简单的意思意思攻我两下、嗯、然后我做活让你便宜行不行算了。嗯，那现在白棋显然不肯，白棋吃一个怎么满意，我争取吃你两个字，这有点不和谐吧。这个黑棋也没办法，黑的肯定是不能从下面打的啊，自然就翻下去，对，白棋就跟着你下去裂了。对，这就是有的时候可以，但是这个局面人家太厚了，这两个子就不能交给挡了、是吧？对，你比如说你再近一点你反而可以了，嗯，因为你下面你提完之后你就可以从下面补回去了。对对对，现在你这个离家还十万八千里，你这肯定是，对，这就属于是出卖兄弟的行为。这不行。嗯，尝这个，尝这个，嗯，黑棋、这个黑棋也只有挡。对，贴出来，白棋就是看上去很愚蠢的方式出头，嗯，但是它出来了之后，黑棋就薄味显就显示出来了。先吃亏，然后等你，先让你爽两下，攻我两下。嗯，拐出来，拐出来还得粘上。嗯，像这个地方黑的是。像长这种就不好了是吧，这个就给人家这劲儿、对，你长我就跟着你压，你长一百个我就压一百个，因为这有两个子，对，你这两个子长不死，这个地方长多少个都没什么价值，对，这个方向就有问题了、对，我相信很多棋友啊就是遇到这种肯定这个有什么想的，他又不能断我、我当然要长，先把头伸到外面，对对对，好像先有便宜不占非好汉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反而是
你接下来你要为自己付出代价了，就反而慢了步调。是，詹妮的实际上反而是凝聚力量的一手。对，你看起来他就回去了一路，但是你比如说你还是长或者跳这种手段，嗯，他下一步可能就不是在这个地方了，就可能在这个地方了。哦，还有这种戏。对，他攻击你的时候，他因为他长的话，压你这时候你是不能脱线的，这二字头一般这个太大了，对吧？你就只能跟着长，我就无限的就被白棋控制了。啊，你先把拳头缩回去，你再走，我就可以。因为这面你白棋再走多少个都没什么用了，反而没有借用了。对对，嗯，这个思路不错。是让白棋跳出来。嗯，看上去到目前阶段双方还是比较和谐的。嗯嗯，黑棋现在就是想把这两块棋连上。对，那想法很简单，两块棋连络。对，也不要求成多少空，就把这两块棋连上。白棋飞这个。嗯。这个时候，我的感觉啊，啊，黑棋好像不太想爬过。是，应该是。不是，不知道怎么他现在还没有下，他肯定在想。嗯，他如果爬过很可以满意的话，他就不会下。很好，这个逻辑非常清楚。爬过是这样，爬过看起来白棋就长。嗯，他底下也没活。对，你还要再爬一个。嗯，像这儿生出来一个断点，白棋当场就给你断了。嗯，对，靠一个也可以。黑棋这个断点肯定是不能兼顾了。一旦被断开，黑棋下面应该还要再补一手棋才能过。哎呀，我看到下面这手棋了，黑棋胆子也很大啊，冲这个冲淡白棋了啊。他这个冲淡白棋也不一定是要把白棋吃了，是吧？有可能就是对，有可能是定个性。嗯，白棋如果挡，黑棋断掉啊，这样。感觉黑棋不会比白棋棋长吧，也不好说。白棋可能会打一个，嗯，长虎一个。我看起来白棋好像有点危险，黑棋就打吃完了，搬这个什么就可以了。不过我觉得，白棋打黑棋断，就算这个地方被白这两个子被白棋吃了，黑棋先手收特别厚。对，这白棋也不行。白棋也不行。嗯，刚才说的这碰出来或者抓有一八段，对对对，在这个地方白棋不能再走在里边，啊，嗯，那你不能走在里边，你走外面肯定也不行，这就不叫棋了。这个黑棋就活了，不说目数还特别大，对对对，这个白棋的棋子构思太宏伟了，对，不能考虑。实战白棋啊，白棋转这个看起来像好棋，你只有挡，对，就推这个。这样你就不能再冲断了。嗯，对，你再冲断显然这个地方打一个虎过来，对吧？他就反手再拐过冲，逼迫你下一招这个大俗手。嗯，小范的棋啊，我觉得他自己曾经说过，他说他最崇拜的棋手是坂田荣南。啊，嗯，我觉得在他的身上也能够看到坂田的影子。哎，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总是在，我们觉得不可能有棋的地方，他会反击，啊，他会最起码他会去想如何去反击，就是极度的追求效率。对，是小范的棋，我觉得是挺有特点的，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有一些包括布局也好，然后包括实战中进行到战斗的时候，他可能总会有一些自己的。对对对，有些自己的东西，对，并不见得会模仿别人跟着别人下，是，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实战白棋。现在下成这样，总觉得好像白棋从搬出来这一串获得了一些战果，至少把局势引入复杂。对，一旦战斗起来，白棋的厚可能就会发挥了。这个地方，它虽然算不上特别厚，但毕竟有一层皮。对。嗯，这种好像就是有点先下手为强的感觉啊，他是先冲击你，这你就来不及搞他。对对，再接下来又发力了，这个是那个连笑最擅长的领域了。对，连笑真的是力量非常非常大。看上去黑棋好像有点难办。对，你能冲吗？好像不太能冲的样子呢，我觉得
冲了之后接下来就不好办了。冲完你走什么我就一双。对，现在你看吃这个，吃这个白棋是不能吃外吃外面的白棋，吃这个不行，吃黑棋就提，对，就尝这个。这黑棋就难受得很，你这头出不来了，就人家可以冲下去。对，那大概只能走这个吧。那这打进去好像粘上苦，再多出。那这样白棋是不是可以先冲一下这个呀？怎么样？啊，对，先冲一下好冲一下，对，冲完再尝。好不少，好不少。插手棋的，这样再走下面黑棋就后手红了。对，那很大就接受了。这白棋打出无赖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刚才这个棋白棋算不快啊，白棋算单双在这儿，黑棋也十分难受。对，这个符合你的棋风。但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可能有时候不够积极。因为刚才说白棋冲这个是俗手嘛，对吧？但是现在在我双板凳上，你这个地方有两个字，其实黑棋效率也很低。对，也挺俗。对，你以后你把这个看成这样嘛，对吧？这样等于你是个劣形。对。这种双板凳的情况，黑棋这有两个字，一般情况下黑棋都不是什么好。对对对，这四双关哈。对。那这个子儿现在看也是单关了，你之前冲了。这样看来，当初这招棋可能值得推敲。嗯。他可能忽略了白棋反冲退的手段。对，但他这个也许更好哎，对，他套又更狠一些，更狠。黑的现在连冲都不敢冲，就我们刚才摆的变化，你冲完了没棋下了，对。然后他只有单立一个，这个好，够活，靠这个更好一些。这样白棋我估计走一个三三，特飞。这样，像这样，哇，这个感觉上这一串白棋要明显便宜。这个好像有点突然。局势像刚才咱们判断黑棋这块棋是二十目强，嗯，加点后卫。现在以后首先这块棋应该还没有活境吧，应该还没有活境。没活境，如果算你就尖一个，算你补一个，算黑棋尖一个，如果算黑棋尖一个，那这两块也就十五目的感觉。对，十五目稍强一点可能。你是就算你有二十目棋，首先他肯定没有二十目，就算你有二十目棋，那么白棋外面多了很多子，对黑棋这个地方的攻击肯定有一些帮助。以后白一手棋等于这个地方都有可能有潜力。对对对对对。黑棋他反这时候他再来冲，这是什么意思？冲这个可能看起来也。没什么便宜的，不太像能便宜的样子，是不是？他也没有什么好戏下了。那你冲完了也得走啊，是不是还得再冲？你冲我就扳住。敢冲吗？他会不会单吃回去呢？冲我扳住。啊。这样你就。这样只有吃。对，只有吃这个。这样白棋就算打了打住。或者单退回去，哪一个好一些？嗯，这地方有点麻，单退一个吧。嗯，文瑶总是这么含蓄。我单退一个，这个地方很麻，或者我打这个，打你提掉，再打这个，我这样留个断点也差不多。就这样我有点难受，我接还是不接呢？您不能再接了。不能接呢，我这个接我就外面随便走一个，您也不会便宜。对，我也不会提两个字。是，但是就是说不接这个话，你将来断也没什么意义。这样黑棋有可能获得先手活，啊，把黑棋团这个是先手嘛，对吧？对，可能先手活，但外面要损几个，一塌糊涂，有点不啊。虽然果然单吃回去的，单吃啊，可能要好一点，可能也大同小异吧。这样白的。会在外面打住吗？对，白棋就算打这个，黑的粘一个，假设像刚才这样，那白棋这个不是比刚才好一手棋吗？这黑的多厉害！黑的对，刚才这样已经火了，现在等于是，实战他要更积极，他是在这个地方打，他觉得这样目数好，这有一个力，黑棋提掉，看来他是不准备补这个地方了。不补了吗？这不补了应该是有点问题的，不补了我就断一个呢。这个两点好像不能很大呀，这棋筋还是很大呀。是的，
那他这个就是逆收一个，逆收一步，要不就补一个，啊，还是不会去了啊。逆收一步就是觉得目数也不小，然后同时还很厚，将来尖的时候，黑棋这个目数好像挺惨的。对，好，这个我觉得也确实也有道理。好，这样白棋可能这一代都有可能有先手味道。对对对对，而且他已经连后了，你这个靠团做活已经完全连落了。嗯，这黑的是不是有点吃不消啊？是，嗯，这一串白棋应该是大获成功。小范同学需要加油了。不过还是黑棋目数好。对对对，黑棋实地还是领先的。白棋虽然，其实他走到的还是没有走到什么目数，他走到的还是后位。嗯，白棋便宜是便宜的，但是可能也没有便宜特别多，还需要攻击一下黑棋吧。嗯。总之这个棋后半盘这胜负还是在后面啊。对，嗯，不知道他们现在用了几次了。对，那接下来现在暂时是双方又没有落子，是啊，嗯，我们对也是有的棋友可能是刚刚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嗯，再给大家重复的介绍一下吧，就是啊，我们围棋 TV 呢已经开播了有一个多月了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也是为了回馈我们广大的围棋爱好者对我们围TV的大力支持啊，为了感谢大家，我们举办了这个我要挑战你啊棋友的互动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吧。我们接下来会明天，就是明天晚上7:30的时候呢，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神秘高手来坐镇我们的擂台。啊，这位高手呢，我刚才也说过了，他是一位世界冠军，非常的厉害。那谁来挑战他呢？就是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报名情况，那现场抽取一位，很刺激啊！我们是明天就会有这个高手他自己来抽一位幸运观众，来进行向他进行挑战。那规则呢？大家之前看过我们周六晚上那个刘星对阵这个神秘这个我们挑战者的。嗯，棋友们可能会对规则有一定的了解，但总之呢，规则也是很有趣，设计的很好玩。嗯，我们不太希望就是像传统那种就是让子棋的一个指导棋的方式，我们的口号是，分先打败世界冠军。对，只要你敢来，那大家都有机会打败世界冠军。文瑶做好心理准备没有？将来有没有这个来我们围棋 TV 迎接挑战的这么一个，听起来很不错，很有意思，有机会去试一下。好好，文瑶也是我们的世界冠军嘛，对吧？那大家都有机会啊。文瑶也得做好心理准备哦。好好好，我们的挑战者也都是实力很强的，上一盘刘星差点就栽在我们的挑战者手里。 好，我们再看看吧，接下来是不是看看这盘棋，接下来后来又下了吗？黑棋啊，像这样，黑棋先手做活以后，啊，这个显然是最大的了。对，啊，这步棋，要是我也可能会下这儿，因为黑棋现在如果，还有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要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补棋。这儿走一个后，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对，走一个以后呢，这块棋基本上就安定了，对，不存在被猛攻的危险，对，白棋呢，以后无论再怎么攻击，至少不能通过攻击成控了吧？对对对，而且以后这地方可能还有一些保卫，嗯，但是他可能担心的是，白棋走这条棋以后，目数上并不见得就领先了，嗯，所以他的语言就是先把目捞光。你只要攻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就赢了。对，嗯，其实啊，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了，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太大了这张棋。对，嗯，尤其是接下来看到白棋这个小尖的时候，这个二路小尖的时候，嗯，这个太大了。这我觉得黑棋逆收这个好像也是巨大的一手嘛。这有多少目啊？对啊。这个目数其实单纯目数并不是特别大，逆收大概五目棋左右吧。假设黑你说五目吗？假设我挡了就活了的话，是你说五目棋。
那挡这个我这点你是啊是他前提有个前提是团也是坚守、啊、就是黑棋假设这有个子然后跟白棋上面交换一手棋、啊、黑棋挡应该是肯定是活棋那这样是啊肯定是活棋对你点呢点就顶点住这样就是活棋对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白棋这个地方你局部就是你说五目棋啊你问题是白棋这个地方挡小尖都有先手为挡我、哦、就算挡应该就是肯定是缺先对这样以后白棋立一个也是先手对这有长三目对等于大概已经是你说五目棋加这两三目你说八目棋大概应该是所有对 对嗯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啊就是这个棋黑棋实际上也是团在这儿做活的对吧 嗯那这个棋黑棋将来是靠着这个地方对对还有一冲有只延回来有只眼、啊、嗯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白一旦把这两个子给弄掉的时候啊是那就这个这样打不着了对打我就冲你啊扑死你啊是嗯但你现在呢你又不好意思去交换这几下这几下交换太损了是嗯这点这个气全都撞了我们可以先简单的看一下假设这白棋这有个子或者把这两个子吃掉以后、嗯、这个子这下面是到底是不是四棋啊这个就是小飞就死了吧应该嗯是对局部小飞也就是近死、啊、那近死啊、除非这个像当然这肯定不能算打劫就算打劫或黑棋也吃不下、啊、对嗯就黑棋可以拐了然后这样对这个那也就是说白棋这招棋是绝仙这个绝仙这个是绝仙然后吃两个子也是绝仙对如果把这两个子对吃掉的话、啊、这两个子黑棋是不能这个黑棋心理负担很重啊我觉得啊下果然白棋来了我们点这个、嗯、这是眼见的提醒啊对正好点在你这个要害上面嗯危险危险那小范同学嗯之前小范也是曾经来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室曾经给大家做过一场精彩的直播、嗯、我相信我们的维基 TV 网的这个老观众吧大家应该都会对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也是讲的非常的好大家对他评价很高就是说没想到小范棋下的好这个讲解也是就是少年老成很有范儿、嗯、这个小范呢就是说他是一位其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选手大家可能对他了解不是很深对、他是我们在当年啊在十年前的时候吧他在六岁的时候就是中国书画家协会的国家书画家中国书画家协会的会员了啊是吗、嗯、非常的厉害他的画在六岁的时候就去日本参展对是非常有才他当年的这个书法和画画的水平啊肯定比围棋水平要高得多了但是他喜欢上围棋之后呢就放弃了这个书法和绘画啊就专心的去下棋那么也是非常专注吧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年纪很轻就达到了这个高度对达到顶点应该说很不容易但是他未来的路还非常长嗯但是小范无论多有才从这盘棋来看现在好像是有点悬目前的状况来说有点悬是嗯很危险我们再看看他们好像又下了几步啊快棋其实很考验这个嗯白棋踢这个也是大刀特别考验攻击的时候这个水平嗯相对来说快棋的时候防守啊就是做活可能会容易一点嗯但是攻杀会难一点对对对嗯啊行牵出来黑棋大概只能是往外跑在里面做活是没什么前途的黑棋那个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顶一个我就肯定是一秒钟就往这儿一插嗯这太舒服了把自己的毛病都顺顺局部呢白棋黑棋的话可能是可以活的、嗯、但有问题就是这地方还没活这个人家力先生对对对他有个两方棋打架就你好像得后手活然后是极其痛苦的后手活对对这样是不行的这个不能轻的被封在里面而且刚才说过这白棋顶这个是先手对吧对但这个桶已经出不来了那等于白棋这个地方都是白棋的牵连对这个有点不太这个就是死了也不能这么下这就等于认输了哈、啊、是他尖出来了嗯尖出来了
那么你往外尖呢还有往里钻，刚才说过这两个词它要让你钱，对对对对，这个不得了。但你又不能粘上啊，你刚粘了一个粘上被人家捅死，这个好像对，你想粘，你想粘只有一种方法，想接上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挤了。这挤了也是，这个挤了可能先把自己的胳膊给断了。那这个地方艺术先亏大把不说，眼位也不好，就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啊。对，黑的是怎么先贴了一个？先贴了一个长。这时候黑的还是机敏的发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问题。对，那看来他在快棋当中这个还是脑子还很清晰。这个我有个问题，白棋为什么不断外面呢？同样都是分段，断外面他就应该也只有接回去吧，好像也没看出来有什么办法。以后他可能这样想的，我觉得白棋黑棋无论走，你无论走什么，黑棋都是他应该都可能都是往回连一个，都是先回来啊。先让你选择的话，你可能他可能觉得就是放在这儿回来更好一点吧。对对对，有道理。提掉。那等于黑棋把这两下损掉了，应该说是还是有点损的。对，撞掉了，撞掉了之后估计也只能回来。他瞧这个拼了吗？这是。这招棋看起来，难道说是使出传说中？这时候白棋肯定把它分段呀，难道是使出怎么拖过？拖过好像拖不过的样子，因为你这块棋还没有活呀。我们现在分析它是为什么要走这个呢？它如果尖回来是怕什么呢？那只能怕白棋虎这个了。对，因为不然的话就不合逻辑了，你下招也能点着的话，你为什么第这个时间去点，是吧？现在不过确实这一壶以后白棋太厚了，黑棋想跑的话会非常苦，使不上劲儿的感觉。是，那先点着一下，先点着一下，白棋再攻的时候就会他果然这样，他会不会是弃子呢？他拖你，如果搬他会挤这个吧，会不会？这个时候黑棋有一种最愚蠢的下法，可以连，就是挤这个。对，直接挤是肯定可以过的，挤完了再拖。因为这个时候黑棋有一点，他这不能死，死了你怎么都不够，对吧？是的。所以这种是属于急招啊，就是真的是，哎呀，这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这么下，因为白棋这全都连在后面，连成铁。主要黑棋这招棋等于没有用了，上面这五个子还是要死的，就是任人宰割。对对对，割板上的肉，真是。然后呢？所以说他单拖，单拖。如果白棋搬的话，他挤再挤，这不能断了，这断他吃的就不行。他再挤，追求一下次序。拖了挤是好棋。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拖的时候白棋，白棋如果还是搬下去，你挤这个，白的粘上，黑的这样就会从下面爬。对，黑棋同时可以照顾到两块棋。对，它哪儿都不损。白棋呢，拐一个是先手。挺难受，这样白棋以后就可以虎过，等于是这招棋白棋可以暂时先不走，它可以省，但也有点下去。对对对，因为白棋现在断了以后，你如果只能活去的话，打一个还是先手，就头是软的。是啊，如果真的像这样的话，黑棋也算是安全度过了吧，度过难关了。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已经跑出来了，白棋还是软头，可能黑的就不会那么苦。小范还是有招啊。对，拖一个，拖完几，看来是这个局面下解围的好手呀。对，那白棋这个冲之前有办法吗？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冲之前好像也没什么办法，是不是？对，想分段的话，可能
没有什么办法。还有一种比较露骨的，就是那这个他这个时间挤你一下呢？对，也不行。挤一个你来不及了。来不及，嗯。诶，这个还是很厉害，我觉得。那个在读秒声的催促之下，在形势可能比较严峻的挑战之下，还能够冷静的想到这一招棋，冲的时候单拖。哦，我刚才看的时候，我以为这一冲黑的已经凶多吉少了。嗯，拖了几，确实，啊，白棋也没有走。嗯，走这个。啊，但其实啊，白棋想要连回来的话，就他还是退这个也是先手连。啊，但是白棋啊，是。白棋想连的时候是肯定是可以连的，目数差了四目棋吧。如果要是都死，是因为刚才那个黑棋特别俗的是都死了，白的目非常多。对，你单拖回去的话，这个目数会确实会，哎，心情上黑的白的肯定是不肯的。对，从心情上来说，快棋当中还是想保留一下啊。对，他先走这个，他随时留着，嗯，也挺狠的，还是留着搬下去吃你这个整块。是。那现在没活，就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对，是挤吧？对，挤一个。白棋单冲。啊，等一下，是这样。感觉白的还是有点问题的。这样白的是不是还不如，还不如当初粘回去算了？有没有可能？嗯。或者白的这被分段了。就干脆退一个这个棋，对，先这个这样，这样白棋已经连后了，以后就团一下，对，现在团掉也可以，这样再啊、嗯、再走这边，嗯，也不好说，这样黑棋毕竟要轻一点，它也算是，对，都连过去了，嗯、少死点时间，得等于多挤了一下，嗯、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是看中间能下成什么样了。不过这样我觉得、嗯、白棋这个发力是不是好像黑棋也算是蹭过去了、嗯、是，嗯，这样看来你刚才你断这招棋是不是有道理了？道理的我歪打正着了现在这个因为是嗯，现在看回过头来看黑的能冲了提掉的话，白棋再来吃两个也不是那么大啊，是吧？对，白棋其实有点被黑棋给骗了。对，就是黑棋这个什么时候走都是先手，那这样看白棋在这拱，好像因为白棋当时的预想图肯定是我尖，你是要跟着我应的。对，他没有想到黑棋先反击了。对对对对，嗯，是。哎，快棋当中确实，哎呀，我们还看实战吧。实战是挤成了这个造型，黑棋断掉，然后白棋先跳过来。嗯，这样白棋负担很重啊，只有一个劫。这个劫有点厉害的。是。这个劫黑棋好像一冲，白棋也难受。就看黑棋什么时候引爆。你冲我只有挡住。对，这个劫很重。你冲了你冲。冲一下再断吃，你如果劫胜的时候你肯定是便宜了，嗯，你一手棋就提在这儿，但你劫败了你就损了。对对对，冲一下是俗手，嗯，也有负担嘛。对，这时候黑的没选择开劫，就是他还是担心损目，然后他劫财可能有点问题。对，他直接找劫财的话，因为刚才这个地方白棋这地方有劫财劫库，这个对，黑棋全盘可能都不好找劫，有劫的话也可能是损劫。对，这个，所以他并没有马上来，先走这，嗯，还是先争取把战线拉长吧。对，现在我们来，要不我们来点一下目吧，黑棋，再来判断一下。对，再来判断一下黑棋这个地方棋十，以后算白棋立一下，挡住，十二三目。嗯，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应该是不到二十目棋的。这块棋是一二三四，十三目棋，33、43、44、46、47、48，加上这个地方，应该
是50多亩，其60亩不到的样子。嗯，白棋呢，这个地方是有虎下皮下，1、2、3、4、5、6、9、10、16，白棋30多亩。嗯，也说白棋中间要吃20亩棋的话，应该是西棋。白棋要把这个五子吃掉，20亩棋，或者把这两个子吃掉。对，实战还是有的下的这棋。实战白棋提了一个，实战白棋冷静的提过去了。啊，嗯，白棋飞，好，这个好像也是很拼的下法。他可能觉得简单的这样可能觉得不太够了吧。嗯，主要黑棋自身还是有点薄，这个地方对，这样白棋不见得会吃你的，可能他先冲击你。他飞一个这个步子迈的好像有点大，我觉得这个人家没有不靠断的理由了哈。实战，嗯，退回来，他这个一子不舍大将军啊。哎，想起刚才正好看到有位棋友说，那个我们这个我要挑战你里面的有一个规则，就是前50手啊不能我们的这个高手啊，嗯，不能被提，不能有一颗棋子被提。那么这个规则其实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我给大家简单透露一下。我看小范的这个招法，然后突然想起来我们这个比赛的规则。小范这个现在这个造型就是他哪个棋子他都不想给你，对对对，那确实跟形式有关，他给你的不太够了。我们的那个游戏规则呢，其实大家可能以为还好，就是不就是不能死子儿吗？我挺过50手就好了。说这50手其实非常的难熬，只要你会下啊，你可以折磨得他很惨。随便举个例子，就是你只要敢出现跳的棋形。我一挖你，只要给你造出2个断头，你就很危险。这个我旁边稍微有点子力啊，大家可以去构思一下。比如说我在夹击你的时候，你敢跳出来，我当场就给你一挖。嗯，不管你打哪边，我只要断一边，你就完了，这棋就下完了。嗯，所以说这个其实对高手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无论我死多少子都没关系，我死多少子没有关系，我只要吃掉你一颗子就行了。嗯，这个很有意思。对。这是突然又插了一句题外话，大家原谅我。这盘棋现在看来，我不知道范廷钰是觉得自己形势不利呢，还是他这种风格就比较，比较紧一些吧，就是能最狠就最狠。嗯，你感觉怎么样现在这个？我感觉他可能是觉得是不是特别乐观吧。因为看怎么看都是黑子有点危险的，这个棋中间这块棋，对，实战我们来看实战他怎么下的。他先这个套住，扣一个，白的并没有这样杀的。嗯，这个地方黑棋黑子能活吗？黑棋有没有这种？就我是好棋，我第一感觉就是好棋。这个白的好像不是很好搬。主要刚才说到这个挖了，好棋好棋，突然有这个好棋。白棋不能被挖，挖一个黑棋不单单是要做活，他在里面忙活可能是做活不了的。他是要，对，他要什么？这个地方白棋看上去也有点怪味儿的样子。这个地方还好吧？还好啊，来不及啊。白棋本身自身是没有问题，就是白黑棋做活的时候，白棋可能会有一些忌用，因为他这儿不是还含着个字儿吗？他提着先手。这个我的。对他来，除非有些有可能会来不及。嗯，这个地方气紧的话，有可能会来不及。眼神出问题了，然后白色果然是靠这个，靠就是防挖，这靠有点损呐、这杀棋的手管不了那么多。哎，这个黑的也
吃上面，他还得照顾一下那个中央的兄弟们。对，他如果简单的吃在这儿的话，把它就粘上。对，局部也不好处理，局部也不好办，他只能吃在这儿。那白棋为什么看就脱线呢？如果说只是怕黑棋挖的话，那我还可以挖。啊，再挖，再挖，对，嗯，黑棋局部就活棋就可以了。是不是还可以？我是感觉可以活，可以活。嗯，白的拐，他就挖这个。嗯，白的如果打这个，他就肯定活了，长。嗯，穿上，再粘一个选手，做个眼就活了。对，这是铁眼吗？对，两个眼。他白能打这个吗？长穿上，断。嗯，穿出来。啊，这样不行，这样黑的就算冲这个也可以。嗯，冲一个白棋吃一下跑，白的可以把这两个吃了，但是黑的就提，黑的下面也收获了不少，也都活净了。你冲的时候，我来不及了，那也没用了，打着一下没用。对，白家也不能损太多，如果损太多，只是吃这几个字的话，也会便宜，对对对，下面都死进去了，没有意义。啊、嗯，所以白棋还要再便宜一点，搬下去，他就干脆就转了，就往这边走。对，他也是一个借用的意思吧？你在这走几个，你要是一不小心，可能就被白棋走后了，对的，来杀你。他吃吃这个，白黑棋一方面要护住这个，对，挖一个，一方面护住。这不能吃在这儿了，吃在这儿就是漏一大饼，他这已经活了。对对对，只能打外面。对，粘上。嗯。嗯，粘上。哎，黑棋的这一串下法便宜吗？哎，他也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吧，这地方也算是勾心斗角，黑的一方面要这个护住下面的目数，嗯，一方面要照顾上面的眼位。这我在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用最简单的思路，嗯，我就先把目数护住行吗？嗯，护住目数他可能也是走一个，什么走一个吗？也是要走吧，但走在哪，这拱几下不是走在哪儿很麻，他很想吃在这儿，但是在这儿我不是正好可以再挖吃啊？是，但是他可能这个地方有点，但也还好。白家现在走，白家如果还是走这个的话，还是有一挖，还是有一挖。这个时候挖，什么时候都挡不住这一挖。我就想法很简单，我只要保留着这个挖做活，然后保留这个出头，我就先把木。那白家大概只能粘上了，粘上了，粘上你下面两个字已经死了啊、嗯，已经死了。他这样，但这样的话，黑的这个地方。黑棋其实已经联络了，白棋是分不断黑棋的。对，这几个字，那白黑棋只要回去的话，这几个字就救回来了。救回来了，对。那看起来这样应该还可以啊，黑棋能接受吧？比实战要强，形势不一定好，但是我觉得要比实战强。嗯、对，我看他这儿拱了一圈，这个好像不便宜啊。嗯、是实战，下成这样。嗯它粘上，但是这个很正常，这个、快棋嘛，这个棋手都是有的时候只能跟着第一感走了，对，跟着感觉走。现在假设以后还是交换成这样的话，那么虽然白棋这两个子没有吃掉，但是这个地方黑的一跳黑的就死了，对，黑的肯定得不偿失，而且以后白的轮摆下白的吃，黑的很难办。就现在这手棋特别大，这手特别大，黑的走不着。是不是把你吃掉？你吃掉，那我也把我吃掉。对不起，对不起，朋友，这个败了哥。嗯，这个这就不行。哎呀，这个太大了，这全死了。那这个就白棋达到目的了，通过一连串的这个跟你交换，然后就把你吃掉。所以黑的只能跑这个。嗯，看上去。还是很激烈，这个双方。那白的这个棋是先手吧？是的，白的棋一个是绝弦。绝弦，嗯，不走我就补在外面杀你了。补在外面杀，他我有点挡这个好像。我搬了点。那你挡在这儿，挡在这儿杀可以杀掉。也杀不掉，我是加减，我顶一个好像。嗯，顶一个活。未必死啊。嗯。原谅我这个死活吧。哎，这个地方我也再看一眼，我这个死活
这个地方别算错了，让人家看看清楚。别丢人，搬这个是死了。搬这个你虎、我觉得跟这面有点关系。这地方，嗯，如果黑在这地方有子的话，好像不会死，或者哪怕在这地方有，哎。这个咱俩有点太丢人了，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常见的死活。对，我们在说这个问题啊，大家理解一下，如果提了之后里面是怎么杀、能不能净杀的问题。对，净杀不了，你搬一个其实我就算唬这个我一个就活了。对，我看到了、净杀不了，净杀不了。你我点就顶，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就是活棋，这样你再搬会搬这个，对，也是活棋啊、那这个可以确定，就这样，其实活棋，嗯，挡应该是活棋。嗯，就我看到现在我都没有敢确定，这个计算还是应该是可以确定，不太敢。嗯，好，那我们看实战吧。嗯，然后呢，现在黑棋刚刚是靠这个白的转到下面来打这个，嗯，对，棋。这下一步怎么是把这两个子连回来呢？这让我很……他连回来有一个这个提劫，但是这地方还欠一手棋啊！啊，他就先拉回来，用的是先手，拉回来，但是很遥远。其实是这样，就是现在棋白棋肯定是一虎嘛，这个虎实在本身这两个单纯的下手来说，这个虎肯定是明显大啊。对，这个虎配在这块这个地方还你快崩溃了，这个地方对。黑棋啊、黑棋把这边放下是这样，对对。现在的话，白黑棋一提呢，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打劫。嗯，但看起来好像还不是打劫啊。你提我粘上，好像不对劲儿，这是活棋啊。他就粘上这地方，对，嘟嘟嘟嘟嘟嘟，对吧？这好像是个活棋。黑棋在忙。而且你提我其实我还有可能脱线，你不是觉就是这五个子。也未必是最大的，这地方每下一招棋都很大，这地方甚至于我这种快炮你都未必摆平我了。对对对，我感觉上这黑棋是凶多吉少。刚才说过拼老命、说过白棋这地方要进为二十目棋，嗯，那现在白棋虽然没有为二十目，但是黑的这地方也少了很多目，少了二十目不见得值，感觉就加上白的这个目，对，白的现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是这样。点一个黑的贴，嗯，就提了。啊，他先提一下这个，他先提的这个。啊，把他提个这个。啊，然后黑棋是提劫。这个小范同志想多了吧？然后白棋提这个是找劫财。啊，这样啊、是这个。再提回来，嗯，然后再提这个。哎呦，这个白棋好像目数损失好大呀，那个逆收巨大的样子。对啊，这个这两招棋获利很大呀。不过我相信连下他是需要有计划，他好像有计划，他实际上挖这个。他这个计划有点厉害，因为他这个地方如果一旦挖粘，他就给你这儿断了。对，刚才说过这个地方白棋局部是活棋，你提我粘上，嗯，你虎我粘上，你断，然后白棋打这个先生，你粘我打打打，对，就活了。但你现在是不是不能这么走啊？现在这么走，我这个粘这个先生，粘这个先生，我这边棋筋就把你吃掉了。是，对，嗯。所以他提这个看来是有问题的，提这个是个勺子，是不是勺子？他以为这个地方是先手，其实这项提跟黑棋挡交换根本就不便宜，对，就算便宜也是微乎其微，几乎就是不便宜 啊， 啊，什么时候提都是你的先手权利。嗯，这个地方白棋失误了啊，我们再来摆清楚，黑棋这有个粘，这有个粘以后啊，其实跟这个粘没关系，黑的一粘这个，白的这三个子已经掉了这个棋筋啊，对对，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劫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很重的劫。对，黑的白的不能再轻易的粘过去然后去做活了，白要打这个棋。哎呦，这个棋我觉得我脑子已经完全晕掉，这个是太考脑了。白棋下应该不简明，我觉得白棋下并不简明，白棋最好的下法应该是断吃两个，或者说他先不
不攻这块棋了。嗯，他只要不让黑棋把这个木薯掏这么干净的时候，他先手动这块棋。对，但现在我们是不是理性一点，还是再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局势？如果吃不掉的话，怎么回事？好的，现在这个刚才这一面的木薯变化就很大了，要把棋粘一下。嗯，这个木薯其实挺难点的，我点木的话，一二三，这四个木我就给点两目棋吧。如果算是这样呢，我们假设一下，算是黑棋打吃了，怎么从这连回来？白棋也就是相安无事了。但是这个劫算白棋打赢。这个地方一二三四五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十八二十九目棋。这地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四十一。这个地方先不点目吧，就点四十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二十，这个先算七目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四十目棋。黑的是四十一，差不多，基本上是差不多，等于这个地方黑棋要贴目。轮白棋下这地方贴目，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应该难讲。是挺难讲的，是因为这个地方黑的实在太薄了，黑的白的随便拖一拖或者靠一靠，黑的都未必吃得死白棋。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是这个节的判断是白棋无条件那个放生。所以刚才黑白的，你想如果不被黑棋提成这样的话，木薯白棋肯定是领先的。对，白的这方面白的这方面先亏了至少十目棋，再和黑棋。对，先他先没有走这个，他还是，我来看一下，现在是轮白了。没有，白棋是先挖的这个，黑的应该是去提劫。现在轮白，看一下次序。对，黑的提劫。然后白棋拖这个，拖这个。这就是说，白棋我们刚才说什么都不算，算他双方都活了，但是其实白棋是拿着十目棋跟黑棋的几十目棋去那个叫。白棋的意图就很简单，这个地方我边找劫财，然后边给你打这个劫。你这大龙反正是没有活境。对，你这条件那么好的话，我就不给你打劫了，我直接把这在这个地方就把你击溃。现在护这个。白棋肯定提劫。打，那么下面的白棋就白棋下一条棋不好下了，选择他现在接下来。对，现在你如果去赤裸裸的，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吃这个了吧，因为他这个并先手，对不对？对，吃你提一个，他就算退回来，这样他就赤裸裸来杀你了。赤裸裸，对，赤裸裸，但是这个木薯先损，对，先损一大把。你以后还得吃回来，这吃这个东西，等于这地方又差三个棋，这提了两个，不能忍。一旦没有杀掉的话，白棋木薯损失太惨重了。这个看来，所以刚才下的还是不太简明。而且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挺这个，这个地方就。他现在逻辑上来说应该是不怎么符合逻辑，但是。也，因为白棋现在他是没办法了，他直接杀了他又不敢，因为他觉得这个棋他就算不杀，他也觉得自己可能不见得输啊，木薯并不见得差，所以他先走几个，他先走几个。如果你这个地方态度好一点，那我就跟你收控算；如果你态度不好，我点清木我不够了，我再来杀你。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快棋的，读秒的。这个你说他是打劫，他肯定不是打劫，对吧？现在劫在白棋嘴里呢，是的，说更也有点类似于打将的这种感觉。打三，这个好像双方又相安无事了的样子，我看到点一个啊，这步棋很有意思。这个厉害，
这很凶。第一感肯定就是打，要是我的话快拳道可能第一感就是打一个算了，打一个沾一个。但其实这地方你总觉得有点问题，有点薄，好像不见得便宜，就是说打一下。对，点一个好棋啊，那这个要走就连环劫了，是不是？是你其实就算是一个劫你也受不了，除非他一头很简单，你冲他一吃，这样你就不行。这身体太好了。对，你如果粘这个呢，他就不是从这儿，他就不是从这面踢回来，他成这个，这样这块棋整个就不活了。总之你这连不上。对，他把你点住，点一个好棋。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如果要是中国只有一位棋手，可能会冲这个，你会想到吗？啊，会想到。这个曾经打过跟对方打过连环节的选手，但是也不行，但冲一个是明，但明显不行。好吧，我们就不透露这个选手的姓名。反正中国有这样的选手。这个棋其实说实话我感觉白棋收获有限的啊，是也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啊，因为这地方本身黑的就是目数瘦的可怜，对，没什么东西。是好像白棋走了半天，确实这样挺漂亮，但是并没有走到什么实力啊。对，嗯，我感觉这个棋后半盘被小范搅得有点晕，连下后半盘好像对，然后实战还在提这个，这地方始终还是有个问题，这个地方黑的是冲断不了啊，白棋冲断不了的，黑棋过一会儿就算顶一个也是先手，对，所以这地方暂时没事，没事。白棋打这个，哦，这张棋非常倔强，对，找劫财，嗯，白黑棋他是不肯忍住是吧？忍住之后，白棋还有一枚劫财。对，但白棋那枚劫财不敢轻易找。对对对，白棋不能轻，这上面太小，实际上还得粘上。黑的可能有判断吧，因为不然的话没有道理。这白棋要打劫之前老早就跟他打，就现在差一手棋了，再来打劫。对，白棋这地方打这个，白棋要不打这个，就是白棋找劫，找两个劫财很麻，他也，我觉得白棋是要有点乱了，我觉得，这样黑的一粘上，等于这五个子已经死了，对，这五子不死，这三个就死了，对，相对来说，这五个可能还小一点，白棋只能弃五个子了，白棋就是联络，几个就是，反正跟补一个一样的意思了，对。找一种方式去联络啊，白棋断掉，断掉，白棋棋这现在要收官了，是这地方还稍微有点看不清，不知道打劫打成什么样，黑棋局部如果连环劫做活，对，走这个的话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别真的看错了，黑棋是不是活棋，应该是活棋，应该是没有问题。等于黑棋虎这的话，就是如果赢了，实在不行就虎这个，就活了。这个是不是也没有活？这个他是不是可以？啊，好棋，更倔强。这样，这棋你要站在下面是吧？站在下面。这样啊，那我就没有办法。就是身体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对。但这样我的劫财本身劫财太多了，有点，嗯，你可能需要特别特别特别多劫财来支撑，肌肉非常发达，对对对，这个选手可能，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见，他是不是接下了吗？挡一个，直接去货，嗯，他觉得不便宜，两个交换拆个二。这棋是提劫吧，对，提劫，这劫还是打，关键白棋啊，它不是粘上，它将来可能这个给你打上来，打上来要整块威胁你，对，因为这地方白棋本身
这地方入局的，而且以后这地方有生活的可能性。嗯，还关系到黑棋里面的目数。黑天黑的，我觉得还是白棋好像好一点的，还是好一点。嗯。啊，提了。提。再提这个招接。嗯。粘上，再提回来。我看到吃，我刚才看到有的棋友说咱俩卖关子，说那个今天都说到那儿了，怎么不给大家讲那个棋手是谁啊？啊，然后很多棋友就说这个是梦梦，大家就猜是梦梦，因为梦梦已经习惯性的成为我们的调侃对象，你有什么不好的事儿是吧？什么那个躺枪，对，脏水什么都往梦梦身上泼，嗯。经常躺枪，其实不是梦梦，梦梦这位选手还是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境界。对，他还是差一些，他的境界还是不够。是谁呢？嗯，我要咱俩说的应该是一个人吧？不一定，不一定。这样的，我刚才说的是那个我们的那个魔王。啊，那也是一样的是吧？是是是，其实他倒也不是下过分的棋啊，但相对来说他就是能撑就撑，就是会下到认为自己最狠的最狠的。反正他基本上是属于就是战斗到最后，对，你只要不把他完全的就是打趴下，对，就一点点可能性留给他，他就不会认输。对对对，是用完最后一颗子弹的那种选手。我记得他应该就是跟我们的刘总下了有一盘棋，那个下出了这个连环劫，连环劫之后继续奋斗了几十手啊，就早早的死了一天是吗？对对对，我印象中是这样的，然后继续奋斗了几十手，嗯，而且是不停的打连环劫，对，读秒的时候可以用连环劫打将，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刘总呢，基本上就处于这个全场游走状态，因为他自己其实没得看了。那牛哥同学还是非常，非常顽强。对啊，这个跟人品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种执着，其实就是他非常不想放弃，他认为每一盘棋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据说牛哥下这个。我们目前啊，就国家队的训练赛也是最积极的选手。是，是像有些偷懒的同学呢，就两个人对用一个号，用一个账号。比如说我，对，自己承认了，还好，态度不错。那像牛哥呢，就是一个人用两个账号，他自己既下那个国家队的这个训练赛，又下国少队的训练赛，甚至有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女队的选手再抓回来练两盘，就是总之他是有这种精神的，特别我觉得非常真的是热爱围棋，嗯，非常热爱围棋。他身上这点，我们确实职业棋手应该向他学习。嗯嗯嗯，这是真正的职业。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会调侃他，觉得他很可爱，但是有些地方确实很可敬啊。是对。我觉得我们多发掘一些这种奇人奇事哈，跟大家聊一聊也是蛮好玩的。对对对，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如果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下的同一种机械化的围棋的话，那太没意思了。是是是，嗯，对。好吧，那我们公布了这个正确答案之后，接下来还是继续看棋。白棋是粘上，然后黑棋打赤，白棋踢掉。黑棋接上，对，将白棋断，对，等于是白棋在这个地方后手逆收了一个关子，对，那看来他是觉得要赢啊，嗯，哎，这时候黑棋，我看黑棋为什么不把这些打掉呢？不便宜，打掉，因为是白棋，如果打掉黑棋，一般白棋还是只有四目棋，但我这样打两下不是？打两下，你这个地方好像不一定肯定是目吧？他觉得或者啊，对对对，不见得是目。不见得肯定是木啊，我这么靠进去，你这眼位，不过打掉是不是也不亏呢？也没什么别的变化，但是打掉损劫财是这样，就是你如果看双先，有可能是双先一目棋，但白棋打掉黑棋有一个两个，以后扑进去也是劫财，三个劫财，嗯，白棋一个劫财都没有，嗯，你打掉之后等于是你有一个劫财，只有一个劫财了，嗯，我一拱你，你顶不顶住啊？
我不顶住我就白打了，对，你就亏木了、嗯、然后你顶住了你劫财又少了、嗯、对，就是好微妙啊这个地方，因为是个劫嘛，如果这地方如果是摘的形状可能它就打掉了啊、嗯，有点意思。黑棋下一招拖这个，我们再来点一下木，如果它粘上的话，嗯，你刚才判断是黑棋要差一点是吧？白棋要我没有判断，看就是二十，点木是我的绝对弱项。那什么棋？对，文瑶先来给大家点点木啊，辛苦一下文瑶，我跟大家聊一聊八卦。啊，看来大家还是对我们棋界的棋手非常熟悉的，就是咬指头的是谁哈？咬指头的是脸猫。嗯，现在我们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好像确实不一定。左上有点厉害。哎，大家有位同学问到了一个我很想聊的问题，有的同学问这个，跟文瑶很有关系的，聊聊小朴的女朋友，这个是不是那个这个围棋体育网自己的托啊？也许哦，但是我想他也问出了大家的心声，因为我们这个棋是实时直播的比赛、啊、这个他没有下棋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棋谱、嗯、所以说我们在没有得拿到棋谱之前只能是给大家判断形势 啊或者就是聊聊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问题。嗯，文瑶的这个女朋友呢，你要不自己跟大家这个坦白一下，这个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因为我的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比较腼腆啊，让我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嗯，聊这个人的问题，哎，这怎么着？这样吧，那你请我吃顿饭吧，下午一顿饭。你这个官子功夫好极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抠我几步棋是吧？啊，没问题，没问题啊，行，那下次你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我是吗？这个我相信大家是不会答应的、不会放过你的。有脸红吗？是这样，是现在是确实是有女朋友的啊。啊，是好。但是具体的等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吧。那也行、反正下次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你们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如何？用这种方式给大家好的好的，有机会。嗯，好好好，那我们就放过你了，今天放过你了，暂时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换一话题。我给大家先稍微透露一点，这个文瑶的朋友啊，肯定是会下棋的，肯定是，但是也并非是我们圈内的职业棋手啊，但是一位业余高手，对，也是围棋美女，也是个萌妹子，围棋界的妹子啊，下次让她带来跟我们一起做节目吧，大家期待一下这个节目吧。好，接下来是不是又下了吗？好，下了，我们来看一看。刚才简单的点了一下木，觉得黑的粘上是需要输一点，输一点啊，还有拼搏，觉得不太够，对，拖，这个拖是常用的一个手劲，对吧？是拖一个在这个地方比较厚的情况下是一个好常用的手段。哎，但是它不能点进去吗？我看一看，点一个。或者觉得不便宜啊，点可能也还有贴住，对，可能也不便宜，可能拖一个差不多，拖一个正常分寸了，正常分寸。白棋提劫，提劫，
我黑棋果然拿这当劫财了，是吧？对，他劫财。然后踢这个，这个黑棋劫财恐怕是没有白棋多呀，看上去。因为白棋可能收官都是劫财。对，黑棋要撑住这个劫财。啊，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地方黑棋刚才交换了一下，加和。啊啊，在拖之前先交换了一下。对，他如果不交换的话，人家有可能将来冲断跟他转换。对，白棋往提这两个字，这样的话下面这个地方目数可能会有点出入。对，有这种可能性吧，他先把这个白在找这个劫。嗯，接上现在就是收官了。对，黑棋呢肯定是不会让的，你这个劫无论如何这个劫不能打出，这个劫太大了啊。这棋黑棋已经开始找损劫了，断一个。哇，这该不会是看错了吧？啊，没有，他应该是有后招。有后招。对，因为你直接跑是不行的，跑牌的打就争掉了，啊、是吧？是什么抗？对，他这好像有一个穿。哦，犀利。是这个意思吗？是的。好像白棋是不能兼顾了，是吧？贴这个能贴住吗？贴我就也贴不住，挤就回来了。嗯，好像是有一穿这个地方。这太厉害了。对，但是黑的也来不及，现在因为现在打着劫呢。嗯。提一个。把它压一下，再退。大家提这个。黑棋找哪个劫了呢？好，还有靠这个，那靠一下，刚才的手牌就没有了。那这个他是不是没有发现你的这张棋啊？嗯，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的稍微细一点。点这个、是点一个。因为这地方可以看成我挤一个和你虎一个交换，你虎和粘其实都差不多，一样。但是可以先保留一下啊、这地方没关系，我就先点。你如果挡这面或者硬这面，你他这一跑，对，这显而易见黑白的肯定是吃不住这个黑棋了。你要是补这面呢，他这地方挤完了一冲过来，这个子就跑过来了。嗯，就是咱们可能觉得比较那个简单的这一圈可能看上去白就不好了、但实际上棋友们可能得多盯着这个地方算一算啊。对，然后总之就是这个跑和这个冲回来必得其一了，是白棋你无论怎么走都防不住了。但是在这地方虽然有棋，但是后手关键。嗯，白贴你冲我挡回来你再回来，嗯，是后手很大的官司。不过呢现在这打劫黑的也没有办法，他就只能找这个劫。哎，我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啊！我要质疑你一下，你这个后手官子呢，那我就算我脱先，我不也便宜了吗？但走这个你靠的话，等于你总不可能退啊！啊，是我更正一下，他贴可能会贴这边啊，或者他直接脱先，他就算贴这边嘛，贴这边的话，这样去吃个包这边啊，对你跑他吃在下面啊，你再跑他打了贴住这两下先手啊，然后他那面白棋先手。可能黑的是担心这个吧，啊，嗯，不知道，这个地方有点，他实际上靠这个。文瑶是这个官子非常犀利的选手啊，就是他这种地方非常敏感的，大家可以看，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穿。但是就是主要布局经常因为总是亏，布局落后太多，只能官子往后面。嗯，这个谦虚，李昌浩也是这么说的。白棋找到哪个劫呢？哦，白棋攻这个，这地方我稍微快白棋步棋，跟上进度，然后白棋提劫，对，提一下，
好，打一个。诶，打这个，这不是打一路呢？打这个好像目数是一样的，目数是亏一点吗？目数稍微亏一点，打一路稍微亏一点，因为提拔以后一路搬可以破掉黑棋目。打的话，黑的粘上，再打以后，白棋黑的这个打掉是基本上黑的权利啊，亏可能亏半步棋，但是白的会多一枚劫财。对，他可能觉得这个劫不差这枚劫财，要不然他就觉得不要这个劫赢了。白二十，然后黑的是不是打了一个什么时候？暂时还没有。好，铺这个。铺了一个。黑棋每招棋都看起来，小就是对将来有可能是要损一点，暂时可能会看不出来。他没办法呀，这个时候。是。白的是不是就放弃解正了？我看，他是找了一个棋。打。穿上去。其实现在年轻棋手的观子都非常的厉害啊。是。说小范观子后半盘超强的，其实连下的一点都不弱。对。这时候白棋消劫了，应该是点清了啊，那也是没劫了。对他，我相信他应该是点清楚了。点清楚，要说劫财的话，这地方可能还有。对，而且如果他形势不利的话，他就算没劫了，他可能会找一些比较有威胁性的，甚至于这种。这个有点狠。这个他，我相信他应该是觉得他赢了。那粘上，吃掉这个。因为在找棋的过程中，黑棋还是损了，这个段还是没少损。至少损了三目棋有了。文瑶，刚才你论的形势结果如何？现在我需要重头再点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目数稍微有点出入啊。现在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地方有半目棋，先不点吧啊。七、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这是八目，二十九、三十，这个地方是。也是黑棋前提的三十一目棋，三十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三四四，五十四，五五六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十五目棋，那白棋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白棋大概一下，白棋先拐过吧，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目肯定有了，这就还有点东西。对，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弱点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五十五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十二目棋。黑棋是六十。刚才点黑棋只有六十，六十一，是六十一吗？六十一还是六十七？六十七，我没记清，再重新点一遍，因为我在这个棋盘上讲，这刚才说的是三十一，效率稍微有点低，六十五是吧？大家记得啊，六十五，那白棋是要赢点，白棋赢了，这样白棋盘面三目，刚才点的话。大家有的棋友就说点目很有梦梦的作风，梦梦又躺枪了，真是不好意思。这地方你吃，先要吃一下，可能又会便宜一点，这要多出来一目棋。这棋看来小范是没机会了。是啊，盘面三四目的棋，应该是。嗯。把这拐过来，把这粘上。
对，我看棋友说有的棋友啊，之前啊，我看好像对你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有的说那个你被汉化的很严重，然后有的说你已经在北京定居了啊，嗯，定居了有一定年头了吧？啊，对，现在平时都住在北京，是，我是零。啊，应该算是零零年还是01年来的，来北京。嗯，01年啊。对。其实主要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文瑶是正宗的我们的中国选手。大家刚才说的，尤其是有一位有看叫李昌浩的选手，李昌浩居然不知道朴文瑶是哪国人，这个有点奇怪了啊，太大了。嗯。还有棋友说那个对你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你当年跟谢赫的一盘棋啊，是杀的，对，那盘棋比较激烈，对，嗯，那个大家说有空的话，希望你能够再给大家重温一下那盘哦，非常激烈的，对你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盘棋吧？对，丰田杯的四进二半决赛，半决赛啊，嗯，是，对，也是。可能当时应该也是属于里程碑式的一局啊，对，第一次因为赢了谢赫以后，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啊，虽然最后是很遗憾啊，惜败是对，嗯，但是是很重要的一盘棋，现在呢，这盘棋目前的状况来看，小范同志是机会比较渺茫了，嗯。对，嗯，这个差距在对他们来说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但是咱们还继续看吧，棋局没有结束，没有打这个，嗯，对，文瑶是鲜族人，但是他的韩语是啊，对，我是朝鲜族。你会说韩语吗？嗯，会说几句。嗯，好的。好，白棋粘这地方，很不起眼的地方，在这粘一个。有人说希望我跟梦梦下一盘。你们的想法挺好的，或者就直接说想看我被揉的对局不就完了没？下一盘10秒，10秒一步的。梦梦同学毕竟还在一线上打拼啊，这个虽然状态不佳，但是他就是短期内的状态不佳，他的水平啊和他的这个现在的竞技状态比我还是强太多了。嗯，除非他是给我面子哈，你这个有点不至于太谦虚了，不然的话这个棋应该是没什么好下的。下成这样，白棋现在就对，还是梦梦还有绝招，梦梦还会目测，目测是什么意思？看来你对我们 TV 这个还是不太熟，然后多看看梦梦的节目。嗯，接下来就是一个小转换，对，黑棋把劫消了，白棋把中间两个提了，也有五目棋，差不多吧，还是不太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嗯，对，其实我跟文瑶是都是黑龙江籍的棋手，我们都是哈尔滨人啊，文瑶应该是我的小师弟，对，嗯，这个是正宗的，正宗的师兄，我们都是从启蒙老师一直到那个省队都是一起学棋，现在棋局呢就进入一个小关子阶段啊，对，胜负肯定是没有什么大的，没什么悬念了，应该是。呀，觉得小范也蛮可惜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啊，那个小范已经
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对于联校同学来说，他更需要一个冠军证明一下自己。对，联校现在还没有拿过国内的冠军，没有拿过，嗯，但是实力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强。对他今年、尤其今年这个战绩，他不怎么出奇啊，是有点可怕，今年的战绩有点可怕。那、要不然他就是因为因伤缺席，是不然的话，伤愈复出之后就挡不住他。哦，我开一句玩笑啊，我真觉得他这个。就是身体出了点状况以后、然后伤愈回来之后真的是爆发了就好像那个打开任督二脉了啊，确实之前可能还没有这么猛，但也很厉害。就像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那个韩国的这个赵汉成刚服完兵役回来之后，两年没磨齐，回来之后好像啊，对，也是就无敌了，已经、谁也挡不住他了，是有时候神助。还有这个大家可能印象更深刻的小李，李世石休职之后十几个月、然后回来之后这个疯狂的19连胜，对，是吧？对，而且他都是世界比赛啊，对，就也处于无敌的状态，是，嗯，所以可能其实下到一定水平啊，确实是境界还是这种功夫在其外，就是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对啊。但是你在下达到这个顶尖之前，你不能乱来，就是突然我不训练了，我去，是吧？对，我去自己给自己放假两年，估计你回来之后就谁也不认识你了。是，可能确实需要更全面一些。对，就像我现在已经是几年退出这个一线了，如果我再回去的话，哎，肯定被人杀的这个家都不认得了，一塌糊涂。啊，你看，就大家都说有可以去一线试试运气，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在夸我吗？对，我也只能靠运气了，赢棋只能撞大运。这还是算了吧，别给人家捣乱了。不能说没有赢不了棋，就是只是相对来说可能确实机会不大而已。对，嗯。好吧，我们再看棋吧，再摆两步。他单粘黑的是走哪儿了？黑的是先顶一个这个。不是，你说一目这个大一点。单粘后手三目棋。扑了鸡，这个据我目测不到两目棋啊。应该是一又六分之五。这地方会不会还有点关系呢？没有关系是吧？但我的目测应该没有梦梦准啊，所以大家目测一又六分之五，现在。是三分之二加半目棋，又六分之一，应该不止又六分之五，不止。这边已经是一目半了，这边已经是一目半了。它跟白棋这个地方还有点关系。这边如果算打和接交换的话，是差了三分之一吗？我的算数在问题，对不起。三分之一加一又二分之一。你算一目半，你算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有六分之五，但是我算错了，这个爬是不止那个三分之一的，是不是？这爬是右，这个打爬一下是爬一下是后手右三分之一啊，应该三分之二啊，但是也没有，但打到一下确实是便宜三分之一，没错，差不多，那这不到、不到两步棋啊，其实有人有棋友问，这个中国年轻棋手都很谦虚，个性张扬的不多，为啥？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棋手都是很自信的啊，你觉得怎么样？ 对，那当然了，谦虚嘛，这个职业棋手必须要有自信。对，其实大家都觉得自己最强，自己最牛，只是不说出来，对，不告诉你们吧。这个
就我当时觉得棋手应该更多的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就是个性张扬一点其实没什么不好。是啊，对，可能对于观众朋友们和棋友来说，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什么风格的人都有。对对对对对，就像比如说像我比较喜欢 NBA 吧，我经常拿 NBA 举例子。NBA 的这个大牌球员都是大家看他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对，非常有的甚至说是很狂妄的，对吧？但是不影响的，我们会喜欢他。对，而且会更喜欢他们，就因为他们的个性会更喜欢他们。但相对于棋手来说，可能跟这个我们的职业有关系，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对，大部分的棋手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不太对这个招，怎么说呢？比较内向吧。比较内向，因为围棋这个行业就是说，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比较静的一个这个行业。所以说你在这个里面，像我们比如再举个例子，谁赢了，谁得世界冠军了，对吧？我们棋界里面很少出现建翔这种选手，就是我们这个解说员里面也没有这种选手，对吧？不能说那个小杨赢了，就这种选手几乎也是没有的。就是我们大家也都习惯了一种平静的接受胜负，然后平静的去面对，最终可能是呈现出来的就是大家感觉上就会是比较的低调一点，比较的温和一点。对，相比于其他的这个体育项目也好，或者说是这种艺术啊，就是围棋更多的是就是内在的一些活动，就是棋手心里在对棋的时候，这个心里的一些活动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对，就是你虽然是脸从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就是对，可能所谓面如平湖嘛，但是心里其实有的时候波动非常非常大。对，特别是下一步妙手呀，或者说下一步这个勺子，你这时候你不能哎呀，就是一下对手就发现了嘛，你还需要稍微的，就像李昌镐那样。对。这盘棋是不是结果啊？对，出来了，刚刚下完了，后面没有，还有几步大的意外，几步小关。现在是结果和大家说一下，就是白棋呢是连下，对，直白是四目半获胜四目半获胜。对。首先呢，先恭喜连下获得首冠。同时小范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还太年轻了，那个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非常的了不起，未来是你的天下。我们其实也很看好小范。好的，那么这盘棋的棋盘上的这个解说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还是我再重复一遍吧，我们明天晚上将有非常精彩的棋友互动节目，是在晚上7:30，我们将有这个神秘的世界冠军迎接你的挑战，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啊。详细的规则请参见我们的首页上的公告，不管你是怎样的水平都有机会向我们的冠军发起挑战，甚至击败我们的冠军。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感谢文瑶也同时也感谢我们的EwoGo，感谢我们赞助商对我们媒体网的大力支持。好，最重要的还是要谢谢各位观众，感谢你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的，好，那大家再见。好，大家再见。